我认为大家应该特别关注，就是说党团大会完之后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议，因为那个决议其实会代表的，就是说到底马总统有没有把那个手伸到立法院里面去。我们在上一张图表里面看到了很多的国民党的立委都提出了在这整件事情上面他们各自的看法，例如包含要立即停建，好，然后有包含你看像江惠珍是很具体的讲到公投门槛降到40%，是，他是新北市的立委，可是马上被打脸不？对，他是新北市的立委。朱立伦同一个时间其实抛出来就是可以降低门槛，是，当然其他的部分大家都讲说可以讨论啊，所以我会比较观察，就是说在今天晚上的国民党团大会完了之后，他们到底怎么对外去说这场会议的过程。当然我其实认为是马英九跟江宜桦完压根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去参加这场党团大会，因为马总统你永远都在媒体面前讲说我们尊重立法院里面的党团的运作，这都你自己讲的嘛，我现在只是把你的话再提醒你一次而已。那既然你都每次都这样说，我不懂你为什么每次的党团大会里面都要去参加。常委厅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是是，我大概记得他办公室应该是在另外一个位置，不是在常委厅里面。所以我还是这样讲，就是说总统你可以有你的高度去做人，你不要跟我讲说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所以我是要事必躬亲，这个是不是你事必躬亲，你要很多东西要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其实具体认为啦，就是说政府其实有一件事情是真的是可以做，应该说两件事。第一个，在现在整个资讯这么样不透明，而且这个本来提供资讯就是行政部门应该提供的状况之下，当你行政部门自己都不能够去保证你自己的所谓的核市场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你其实就可以宣布立即停建核四，因为这个对你的所有的政策包含当时立法院的决议完全没有冲突，也没有任何的抵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认为就是说，其实在林益雄的部分，他们这一次他会去静坐的有一个原因是他很担心的是目前所有的燃料棒已经放在那个反应炉旁边的那个储存槽里面，所以他认为说当政府哪一天突然讲出来讲说 OK 他安全了，所以我啪就插进去了，当然可能民意会，因为那天我们跟民意讨论过，民意说没有那么简单不插进去，可是这是对很多他在担忧核市场安全的人，他最心底最深层对政府的不信任就在这里嘛，因为你把东西都就位好了，等到哪一天你跟我讲说 OK 了你放进去，我连阻止都阻止不了。所以我也认为第一个你可以立即宣布停建核四，第二个把燃料棒移出核市场。等一下打岔一下，第一个朝野协商结论就是说没有公投权不能放燃料棒，这个放心，是。第二个就是说总统宣布会核四还要经过立法院同意，不然他宣布会核四会跟前任一样行政会被纠正。我刚刚讲的不是废，我讲的是停建。好，我觉得我们在文字上面把那个厘清清楚。第二个是很多东西其实来自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所以政府做了很多很多的承诺，可是我就包含讲说那个安检的那个报告，那个时间点一言再言，那也不是再也逼你的，是你政府就是做不出来。所以我说那个东西是可以政府主动去做宣布，你可以有实质上的作为，因为现在大家会关注到林益雄的状况，也就是他能够撑几天。是啊，我们光在这边讨论都已经讨论成这个样子，连国民党里面自己意见都不一样了。你说要求取到朝野当中的共同的共识，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好，可是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副院长，刚才我们讲到说遍地开花的那个时间，是因为我有注意到这几天你们一直提24号，是就是今天嘛，是说今天要府方给一个明确的回应，要不然的话，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胜或26号就包围中东府。你们今天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呢、啊？因为他不太可能出来跟你说，好，我们告诉大家不见了。那所有的事情就叫不，你们也不寄望这样嘛，对吧？当然我们期待这样。你们期待，但你们也知道，期待但不相信、啊。对，那到底你们希望是什么样一个回应，能够把这整件事情你们就觉得可以落幕？我们这次其实提出两个诉求嘛，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停建核四，而且我们不愿意也不接受拿老旧核电厂的研议来交换，这是非常非常清楚。Okay. 第一个，第二个诉求，还权于民。降低鸟笼公投法的门槛，这是我们这次提出来的两个诉求。那我们所谓的希望回应，当然就是针对这两个诉求，希望给予正面的回应。的确，现在看起来总统府的回应不是很乐观。当然，我们也还在观察，包括等一下国民党的党团大会会做出什么样的决议，我们都还观察这样。但的确，我们现在是相关的活动，我们是准备在那边。那如果像今天晚上，如果府院没有再一个给我们诉求正面的回应的话，那我们当然周末的行动当然就是宣布然后号召，那而且现在的行动大概我们会是从26号开始，也就是礼拜六，我们无限期的会进驻凯道。对不起，副部长，你知道所谓的你们现在讲的无限期进驻凯道它可能发生的后果，因为第一个你很难想象总统府或是对，就是说政府会看着凯道被整个这样子被围，然后总统府这样很难想象政府会看着这件事不采取任何动作，到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产生
我们也很难想象为什么一个9%的总统可以控制着行政权，可以控制着立法权，独断独行的要求他个人意见。我们也很多事情很难想象。但坦白说，我觉得这件事情那个钥匙就是在马英九手上，是他造成这个状况的，权力在他手上，他可以阻止这件事情。他的9%不代表只有9%的人支持他的决定，他的每一项决定只能决定他总统职务上面的东西。行政院院长不是9%，就算是9%，行政院长也不能去决定不是他权力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不要用民调来去决定这件事情有多少人支持他的决定。第二个，你刚才讲，我觉得你讲的两个城市，其实你讲到解决鸟笼公投的问题，今天林益雄主席也提出来了。你说到立即废核是林主席也是这样的说法，可是你又加了一个码，就是叫非核家园。就算明天宣布非核是不运转，你们还是不接受，你们一二三要承诺不延役。承诺不延役，是不是？我们是你们现在希望是这样。我们不接受拿核一、核二延役来交换核四的停建，因为这是张家柱的说法。是、啊、OK。那所以你们就是非核家园嘛？简单来讲就是非核家园是国民党的政策啊。对，2025嘛。好，那我的意思说，你们就把清楚你们论述讲清楚了。那支持你们就会去上街头。那今天要拆这个引信，我要讲两个长的鸟笼公投的部分。我觉得国民党现在里面有很多种声音哦。甚至于江慧珍说为什么不能讨论，嗯，这个是有机会的，我个人感觉。那现在我们的压力，主持人一直讲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的事，眼前林主席坐在那边，他的生命正在产生危险的时候，你们现在的诉求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要不要来呼应一个在你们的立场上什么样的呼应，你们会去劝林主席？我先跟你讲一件事情，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去看林益雄先生从他开始宣布禁食，嗯，到现在发出来的很多的公开信，其实林益雄先生他提出来的诉求跟呼吁的对象，他提出一个最简单的诉求叫做停建核四，但他今天有写核四公投跟这个东西，可是其实他最重要呼吁的对象一直是掌权者，社会大众。嗯，社会大众，他希望社会大众应该用积极而有力的行动来促成这个诉求的达成。他其实呼吁的一个最重要的那如果照你这样讲，如果他发生生命发生问题了，就是他讲的，万一我死了，杀了我是掌权人。如果照你这样讲，是大家群众不站出来，是群众害了他哦。我要跟你说，这个不能帮您，您主席这样解释，我要跟你说，我要跟你说，这样不通，我不知道他自己说的，我不知道林先生他会在，他会，我觉得他不会听大家旁边的人劝他，嗯。他可能他自己会要到什么是他的底线，他会怎么决定，可能就在他只有他自己的脑中而已。我们一起努力啊！对，但是我觉得今天问题是，今天国民党的态度很奇怪。今天国民党的态度是马英九总统江宜桦非常非常态度非常硬，然后说哎、欸，其他人去努力，其他人去努力劝他，这是什么逻辑？我们也在努力啊！不，那我今天先叫朱立伦去看林益雄啊，那叫朱立伦讲重一点的话。那为什么不直接跟马总统说？赶快改变你的主张吧！现在立法院正在发生当中，你们要给他们压力。所以你刚才讲说，林主席的压力如果是给社会大众站出来，那如果社会大众没有站出来，他生命发生危险是社会大众的问题吗？他的压力说是掌权者，他是要给马英九压力。我们昨天都去包围国民党了，我们昨天都去包围国民党。当然我们是希望给他压力。我在这边其实一样问嘛，我这边一样问，比方纪国栋委员，如果今天有个联署书说。好，下修公投法门槛，你签或不签？刚才陈明议员刚刚说，20几个国民党委员或许就可以造成这改变。我今天问，因为刚刚纪委员也说，他觉得公投法门槛是太高。副秘书长，等一下下节目，我们就去叫朱立伦签，你拿来我也帮你签。好，这就是努力。当然，你一一去突破。我告诉你，国民党有很多立法委员是希望。马总统听进去他们的声音，我对这种努力是肯定的。我对这种努力是肯定的。不是，然后你们的努力呢？压力全部都丢给纪国栋。我那时候讲说他要不要签。秘书长问我，很简单，要不要签？可以讨论啊。但是我不能在压力下再签啊，就像上次那个反国宝一样啊。你最好签，我马上签。那好像在压力，就马总统就这种心态嘛。我不能在压力下。你不要说你用这种压力来要签，我跟你讲。其实停不停建，我觉得马英九总统其实内心有在盘算。就是说，你看他不管是。我们开甲级动员的讲反弹刀也好，要愿意接见苏贞昌主席也好，他接见这个接那个，其实他就是在想说各界的声音怎么样。他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假设他整个时机已经成熟了，说不定他也同意说，哎，好吧，那停就停建啊，停建以后是不是
未来再续建那是以后的事情嘛，那至少听见我整个压力过就拿开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你秘书长你讲我同意的，就是说不要用停建合适来换交换所谓的一二三的延役嘛，这其实两码事，我听得懂啊。就说一二三延不延役，那是以后的事情，你不要两件事情来讲，我听得懂。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接受的，就说假设以后真的是电力不足了，以后真的是发生这些严重限电，那好吧，一二三是不是要延役再说嘛？所以你们这种理性诉求我可以接受，问题是说你们马总统或是高层最在意是说，为什么你每次都是用这种这么强悍的手段，包括进驻我们立法院跑单想霸占，来用这种绝食这种激烈手段，要强迫就范，他不能理解是危险的。来，郑姐，不要讲马英九，他不能理解，不能理他，包括你嘛，你都说我可以讨论啊，不要逼我。对呀，好像人家逼你是不应该的嘛，是不是？你不觉得好像一副你们一点责任都没有？今天忽然间天外来一个神经病来逼你，是吗？今天总是有责任，你总是给一点时间吧？不。时间你那么进食节食，那时间很短呢。合适多长时间呢？就刚才讲，给了你们多少的资源呢？就是因为你们不灵，你们失能，你们无能，你们伤害这个国家，人家才去骂台电，是台电的问题。台电归你们监督，你还一副你是没事人，你一点责任都没有，说人家逼你，还变成人家欠你，你们在这样是颠倒。这是第一个，我是代替马英九总统在讲话。不是我没有这种感觉。你刚刚说你也不愿意被逼嘛？我懒得讲马英九，他心态再这样跟你一样。我现在真的，你这面摸自己的良心，这是第一个。这是大家就讲，人都有情，没有错。你只顾你们的情，你们不喜欢被人家要挟，老百姓愿意被你们要挟吗？老百姓愿意拿生命来跟人家赌吗？所以你们要自己将心比心，这是第一个。魏老师让我讲完。第二个，当然，你也讲完了，是谁先惹的祸？谁逼老百姓弄清楚？第三，最后政治讲利吧，好不好？如果你们不愿意接受这个逼，那就等于说万一出事，有没有更大压力？要不然你们口口条条跳下来就砸砸中，大家都要经过计算，好不好？最不好就是大家讲利，大家都希望讲情，讲情互通嘛。既然你们是掌权者，老百姓把权力交给你们，把我搞成这样子，那是跟你生个气，马上就说你是搞到新闻上面，不就是这种德性？民主时代，你们到底是仆人还是主人？你们要搞不清楚状况。